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西班牙的手工鞋厂 TOB Mayorica， 他们家高阶系列 Artista 出的 Chelsea Boot 雀儿西靴。那这双鞋子的制鞋结构采用的是 Goodyear Construction 固特异岩条制法，那鞋面的设计呢则是这双鞋子最大的特色哦。那首先呢我们可以仔细来看一下这双靴子的侧面的部分哦。那你看它这个地方啊是完整的一张皮来制作完成的哦。那一般的 Chelsea Boots 啊，这里啊通常是会有两块皮来拼接的。那 TOB Artista 系列的 Chelsea Boots 啊，采用的是用一张皮来完成的哦。那这种做法啊，其实在 Chelsea Boots 是相当少见的哦，因为这样子是非常耗费材料的哦。那这双靴子呢全部啊只有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啊它有一条补强的拼接在这里，那其他的部分啊都是用一张皮来完成的哦。那我觉得算是非常难得也非常漂亮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双鞋子的鞋底处理吧。那这双鞋子的鞋底处理采用的是橡胶大底的制作方式哦。那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虽然采用的是橡胶大底，可是你看啊，它还是有做这种装饰性的 feedback 的隆起的这样子的设计啊。我觉得这样子啊，帮这双鞋子增色了不少哦。好，那最后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下这双鞋子的制作细节吧。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